中国人喜爱的电影人物，灵感来自中国总票房超过17亿的系列电影，来自梦工厂的《功夫熊猫盖世之地》即将在北京环球影城隆重揭幕。欢迎来到《功夫熊猫》全室内主题园区，你将沉浸在精彩还原的奇幻故事中。 从前，阿宝和盖世武侠联合击败邪恶之手，为世界带来宁静与和平。现在，他们在功夫熊猫盖世之地迎接你的到来，体验永不褪色的新奇感受，踏上传奇又激动人心的冒险旅程。在这里。 功夫熊猫中的精彩场景将化身为真实的游乐体验。我准备好了，快来加入神龙大侠的精彩之旅，一切欢乐尽在北京环球影城的《功夫熊猫盖世之地》。北京环球度假区，2021年见。还有美味面条，值得期待。